怎么了？没事。我提你啊。你们在跟谁打啊？明城。越卷了。掉掉，两个掉了。海豚加速器是有一个烂的，好不好用是不行。一直闪退，游击剑门都没见到。第二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可以可以，我在第四。没有，我还活着。我要看他的路线。你要活着，你要活着，你要活着。我走一个内线试试。你走啊！你在内，你在内线，我肯定让你先走啊！哇！那怎么搞的？不是，阿茂在外线停车，塔小塔在内线停车。妈了个逼，有没有赢啊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米不是？不是，你在前面啊。没有啊，我们两个并行啊，我肯定是让内射先过啊。你那两个端小塔，你那边能，你那边直接端上去，阿豹又阿豹又不会死，他那个走外线又不会死。对啊，所以肯定是你先过的。你们居然两个人都减速了，尴尬，尴尬了。你知道会怕啊。不是啊，那个画面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，我过去应该要撞到人的。你游戏画面卡吗？不是，还是给你。垃圾海豚，各种闪退，无敌。看海豚干嘛？哇，我狙啦，兄弟。我来平他，没减下速来，我操！好，赢了，我停他。哇！我那地方不是来停吗？没减上速，然后又想往前面冲，然后速一下子被他头上飞过去了。哎呀，尴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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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会卡频道啊？你那什么网啊，我操！不是，你就别来让我练了。唉，我要上信游解一下毒。现在有在抢分吗？抢九啊！二零了。对啊。保罗跟我
跟我说他要练车，人呢？ 哎哎哎，路线不对，换掉两个，再带掉一个，被带掉，一把稳，我一就赢了，我一就赢了。 下去了。龙总断了。5月8号，5月8号生日。5月8号是我生日。是你生日耶？你在暗示什么吗？ 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吗？我以为你们要说有什么活动呢，我操！你把把冷气往上。包哥，不要杀我！我的阿弟，你先去。耶！你先去，我先去。 好了，差不多抢完我要下了，我要去吃东西，肚子好饿。没事，你再把凯神就来了，再上号。没有，我要抢完了。不是啊，我要拿外卖，我等会儿。小爷，你吃完东西睡觉吗？吃完东西再看。再看。哎，这垃圾服务区，因为搞得我都没有跑车的心情，我操！所以呢？所以明天比赛到底怎么办？豹哥，你没准备？等一下啊，我说等等啊。哦，你说等等，我没看到。外卖送出。你吃什么东西啊，凯森？ 吃鸡啊！所以是叫鸡外卖咯。对啊，鸡的外卖。多少钱啊？嗯，便宜20块钱。20块钱的鸡你敢吃哦？<笑>小草你也好窝啊，小草。<笑>没有啊，20块钱的鸡很有可能是打了生长激素，不然就是。 有毛病的鸡，难怪凯神那么胖，原来是天天吃鸡素，吃激素上瘾。你懂吗？懂。服务器是不是又炸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们玩这么流畅吗？我靠，为什么我这边看人到处飞？你随便叫一只烤鸡，半只烤鸡都要这个80-100人民币啊？不是整只啊，我那是小的，小份的了，就相当于。 它一只鸡有好几份呢，对，就是我这个属于解剖版的，已经叫什么分尸了，不对，这不叫尸，对，切过处理过，就鸡腿是鸡腿，鸡翅是鸡翅那种。<笑>你可以不用解释，其实没关系。嗯嗯嗯，解释这么多。 哎呀，突然不知道怎么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们先看广告好了，豹哥在忙。对啊，哎，外卖到了，吃鸡喽。<笑>
吃鸡哦，吃个吃吃个。凯神，你他妈又吃鸡！听见是不是有点污啊？怎么会？难道就我的思想有点污？我们也经常叫那个炸鸡外卖、啊。叫鸡。这饱了又他妈打撸去了，他刚刚跟我说他还计时。嘟嘟嘟嘟嘟。他干嘛？好了，来了。Go go go go， 小草。Go。退局。哪个是你？要不要把你前内？播不了，退局播不了。来，在里边。我只有一颗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好像掉了。哇、哦，好卡，好卡！是不是又炸了？恭喜！好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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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卡！大家都四个了，怎么玩？没有啊，我就看小草他会闪一下绿啊，其他都 OK 啊。哇、哦，好卡，好卡！哇，人都可以。哇，好卡，好卡，我卡好强啊！我差点杀他了，为什么每次四格都是这样地图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没怼死他，自己死了。哎呦，弄到了。不是我还没中到你的那个残影就直接倒退，直接把我杀了、欸、好溜啊！垃圾网毒，六六六，四格四格，哎，路都看不到啊！他飘飘的歪了。你知道我看到你失误了，但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失误。不是，你听我讲，就是我飘下去的时候，头已经往下低了，然后都看不到路了。我知道你头往下，我只看到你头往下，然后你车就不见了。哦、他挤得我出去的。下一秒出现的时候，你已经在我前面了。看你们都是黄五黄六了，我也是啊，黄五黄六，继续，我、哦、OK 啊，练练你们的对抗，这个练个毛逼对抗，这都是影子，无影脚，跟你说，随便给你踹一下，你就他妈还对抗，我操，你日强去吧。他等一下一脚就，你人没看到他，他先给你一脚。可是我看小乌龟好稳哦。我网很好啊。好羡慕哦。我一百兆光纤。就一台电脑直连的，我、哦、没人说你是偷啊，你都那么紧张啊，还有场景结合。
这样明天能比赛吗？这时间已经炸了。那肯定卡的话，你们都卡。太卡，都卡的话都卡，就延迟呗。后来也没办法。我要吸小乌龟的尾巴。你没停止他。不对的，哎，你他妈小学生停止你哦。哇，这卡兵。这男的，我都碰不动你。我也碰不动你，被你管了。啊，没气了。哎，你先，我没气了。我吸你尾巴，跟你后面。哎呀，好硬他！哇、哦，这袋可以，一百分。完了，自己狙击了，哎，尴尬。你连续四把低了。对啊。退去坏了，退去坏了。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。YouTube 其实比较好一点，你们觉得我聪明一点？我觉得都是垃圾。赶快帮我按一个 like， 快点 like， 点一个影片下方或旁边的 like。我看那个神，那个是轩吗？我看他是稳的、欸。我只有看小乌龟跟那个是神轩是稳的，其他都是遁地的。有点下来哦。我看你们都 OK 啊。你那个网怎么那么猛、啊？我想要啊！我开巡游啦，不开巡游有可能也会满天飞的。我是开巡游啊，我也开巡游。你的巡游跟他巡游不一样啊。哇，阿宝，你这卡位，你这卡位可以的。哇，这豹哥这个好可怕、啊！我怕啦。本来小草不会死，被后面毒死了，土刀毒死了。不会死的。我吸不到尾流啊！我想吸尾流啊！啊，尾流。看好。我看不到啊，你怎么看哦？我看好了，阿宝，我看好了。我穿过去了。你躲了，你没躲你就死了。我刹车了还是死啊？那是因为我没躲，现在你会把我卡在那个假死上面啊，可以吗？半天出不来，可以吗？啊！那里被你那一卡的话，很安妮城单身女现在正在兼差，喜欢可以加 line， 好不好？兄弟们喜欢加个 line， 不喜欢瓜，不喜欢，你不喜欢人家喜欢，你让人家加嘛。什么意思嘛？凯神不是喜欢吗？嗯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我要吃鸡。你要吃鸡。老爷昨天晚上还吃到一次鸡，妈的，我到现在都没吃到。虽然当时也是一个队里面，但是我掉线了，我操！看了你的界面。五阿宝，你这我真他妈屌！
你竟然飞得好，晒到外面去了，还回来了。妈的！沙漠旋转工地，57.93块吗？啊，刀哥05，好的，一共57.93。哇，这都他妈硬啊！哎呀，硬了他。可以的，卡得很溜。感觉像过。妈的，你是看不到我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看不知道你在我身体多远的地方，知道吗？我明明给你离了一点距离就能碰到你的样子，是这样的。你不说我跟你们差两个弯都被你们飞了。好，又吸不到尾流了。吸不到啊！哎，给个尾流啊！这小人物，我操！这游戏好难。下去！哇，你怎么？没有，我看不到你啊！我根本看不到你。我也看不到你，我就突然。那我要拼第一了，我到这一个弯已经卡掉他了，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个红色引擎从我旁边冲过来，我就死了。没有，我的画面我根本没有冲到你啊。阿爸，我跟你是我跟你，我看你是距离拉开了，但是我撞到你，本来距离是拉开的，不知道怎么撞到你，我都不知道。好尴尬，哎那个。而且我跟你有距离，不知道被你不知道被谁的餐饮碰到内线呢、啊？我就一定要从那边进啊。然后我就死掉了，然后他就死掉了。怎么玩啊？草爷图草爷，为什么是我市长？狮城狂飙，哈哈，这图又没尾流了，哈哈。尾流图没尾流，就看你终止要甩尾啊，然后结果直接突然不见了。哇，这起步太傻掉！阿爸不想说话了，他这样子被我顶出去，然后被拦着直接干回家了，我操！我终止按甩尾啊，然后食指按开气，然后如果没有甩尾，我就两只手指一起按开气。我连蓝都没了，蓝不会动啊，蓝不会动啊！来了，有了，有蓝了。我给你草爷离远一点，不然我飞了你都不知道。不会，你的网很稳，我现在看你是第一。除了你跟神仙之外，其他都是在天上飞的。你跟阿波是有冲突的，其他网都是垃圾网。那就你那一百兆的网也是垃圾。那些断台了，我操！看看。断台，尴尬，那一下子贼尴尬，断台他妈直接上墙了，动都不动了。哇！
哦，月哥说明天大更新，真的假的？不要骗我。更新什么？他就是骗你的，他就骗你的。他说的话你能信？你妈，别傻了啊！喂，是不是好了？你居然没飞，这刚刚那下子。是不是又好了？哇，太卡，我被人顶住了。不会吧，是不是已经好了？等。哎，停歪了，停歪了，妈的！我操！啊，倒没想是就炸了。哇，居然没过来，飞得真高啊，那个角度要再歪一点就飞过来，然后前面有个人我再一踩观音坐莲，他是想卡我还是怎么样啊？他怎么吃草了？对吧，朋友你跟我干不赢的，假你跟那些也挺六六六六，哇、哦！旋风冲锋，我看到什么？哎、欸，断开了，操，妈蛋！啊！哈哈哈！再活了，活了。垃圾网啊！就把键盘是银桥啊！妈的，怎么跑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是可以跑的。你懂为什么一直把市长丢给我啊？因为我不懂得怎么换什么图啊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也是顺着轮的。哦，你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是比赛图是不是？啊 ，sorry， 这连带后面一个蓝的，就我就高兴死了。喂、哎。这个坑货，阿豹，我学一下你那个路线，你那个警车可以吗？哎，人都看不见，我操！顶你妹啊，我操，对吧？哇，这个卡逼，他妈直接打回头，我操！我操！完了，真棒了，我现在看都他妈都黄了绿了，我操！满天飞，好卡好卡，我卡的不会动。我现在看真的都是满天飞。没蓝，没蓝了，掉线了。有没有回来了？妈的，我看都全GG了。
跟着玩蛇。嗯。玩你妈逼啊！噔噔噔噔。玩是真的急。嗯。我刚刚用你的跑，人家说我大职业装逼，我操！我一句话没说就跑了个第一而已，还行。真的吗？我好难过哦，好难跑，垃圾车。你放车吗？哇！妈的，这佛系真他妈服了！哎呦 ，S 二炸了！哎，只炸 S 二啊？对，什么都不能炸，什么都能炸，就不能炸 S 二啊？炸了就是你 S 二。跟我玩无限嘛，大家跟我玩无限嘛。马车地上，哇操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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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弯道前全部消失。等我过完那个比较可怕的弯道再回来。啊！哦吼，这都能连带，我的天！妈的，黏在一起啊！周星宇选手受不了这个不羁的技术。那他要来玩台服了吗？可怕！哎，这样比完是不是就9-1了？我台服昨天好不容易进了官网，结果又不……他们赢了一把，等一下换一地图就知道了。这官网又进不去了，然后我就下不了。哇哇哇！这个神带，原来还有在抢分啊！原来还有在抢分啊！没卡到，妈的！我根本看不到他在哪啊。啊，这下子把炮坑带下去了。哎。这他妈垃圾车去！哎，豹哥，嗯，台服如果假设开了无缝跑，能不能跑到三二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是我的话，还不是差太多了。只有他可以。半秒多。阿朱 K 就差不多了，阿朱 K。之前开无缝跑33中吧，阿斌你看呢？哎，昨天开无缝玩我现在都不会开了。这么卡还挺着。习惯性的，就是用他都这样手动的方法。